天呢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嫩煎石螺鲑鱼，然后配上一个德基节沙拉。我们两面先各撒一点盐巴。这很好吃啊！锅已经挖起来了，然后等一下呢，这个鲑鱼好，就是可以把鸡肉放下去，用酱油烩煮。对，我今天把火调最大了。那这边的鸡肉会煮的话，就把它浓缩到酱汁浓稠了吗？料理方式又简单，然后又可以摆出很好的一些菜色。好，我们再重点两。火倒数3分钟。都非常的完美，都很迷人。做菜好吃，要来抓住你这个。我觉得他们的教学非常的简单。TOC。双足出油，挑战者。